八爪鱼刺身，还得灵魂料汁儿，不够，我再来点。芥末，哦，够用了。差不多得了，行了，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行了，人都不动了，你动啥？聊会天跟沟通沟通感情。八爪鱼腿，很多海鲜店都有这个刺身，但是一定得它活着吃。你要如果它死了，它就不新鲜了，明白吧？就没有这个感觉劲儿啊。八爪鱼刺身。有点不太配合我。不动了。烫手，八爪鱼刺身，哇，
整一整吧，